在计较着时间，公平不公平，像跟小孩一样感情。我看着你心书爱的痕迹，每个生命该爱的用力，竟让二十八岁，已经怀孕九个月了，产前大出血，现在心率明显加快，已经进入休克前期了。Harry, have a surgery.多大剂量的催产剂吗？30个单位，他们这不是在接生，他们是在害人。She's done. Prepare for stitching. Look at Xiao. She's bleeding.
Material damage here. Prepare for stitching. 这样不是那么简单了。哎，这个白竹啊，这才考上了。大家先安静一下。白竹医生是陈传忠老先生的主治医生，他不来，我们讨论什么？那他要是一直不来，咱们还一直等下去？谁说我不来？1:30，准时准点，开始吧。好，白医生来了，那我们开会。今天这个会主要是讨论一下咱们心外科的一位患者，陈传书老先生的手术方案。陈老患有一种极其罕见的原发性心脏恶性肿瘤，他入院之后，我们一直进行保守治疗。陈老是我国语言学科的一位优秀专家，为我国的语言学的发展和研究做出巨大的贡献。对这样一位有成就的专家，他的手术方案，我们一定要慎之再慎，绝不能出任何差错。好，你们各位谁先说？我先说吧。陈老都83岁了，他身体的各项机能都已经减退，尤其是心脏机能。如果要动手术取出肿瘤，就需要建立体外循环。他的身体极有可能因为承受不了咱们的手术而下不了手术台，所以对老人来说，继续保守治疗才是最好的选择。当然，从咱们医院的角度上考虑，陈老他作为国内极具影响的这个专家教授，如果咱们冒险手术出现了意外，势必会给咱们整个医院的医疗工作带来后续的一些麻烦。所以我个人建议继续保守治疗。看来大家的意见很统一。白医生，你是陈老的主治医生，谈谈你的看法。我认为一个优秀的医生只应该考虑一件事儿，治病救人。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各位，你们是如何治病救人的？只考虑自己承担的风险，罔顾患者生的希望，你们就是这么做医生的吗？漂亮话谁不会说呀？我们有考虑这个实际的风险，但是陈老他肿瘤情况太复杂，一旦手术风险太大，我不赞成。每一场手术都有风险，或多或少。那按照你们的意思来说，只要手术的风险大，我们就应该投降行吗？你说的简单，如果出现一点点的意外，老人就有生命危险。如果你不去面对风险，老人同样会有生命危险。我白竹的手术从来没有发生过意外，以前没有，以后更不会有。院长，我有非常大的把握能完美的做好这场手术，给陈老带来生命的奇迹。这个世界上就没有100%的事情。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陈老本人是强烈反对手术的，他个人坚持保守治疗。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尊重一下患者本人的意见呢？患者意见？你有没有搞错啊？作为医生，我们唯一应该考虑的只有病情，医生就是治病的。如果你什么事都要考虑患者意见的话，那我们医生的专业性何在？医生的专业性固然重要，但要充分尊重患者本人的意愿，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一条准则。这样对患者、对家属、对医院以及医生都是一种保护。院长，我觉得我们还是我们的判断就是保守治疗。好，我看经过今天会议的讨论，大家都会有收获。有关陈老的治疗方案，我的建议是尊重患者本人的意愿，保守治疗。院长，散会吧。院长，你留下。冒险，我看他就是想出风头。你看他居高临下的样子，好像谁都不如他。要知道，他可是江院长的爱徒，早晚啊，是咱们心外的主任呢。老师，叫院长。院长，陈老的情况非常危险，一旦肿瘤突破心脏，他随时都有可能。大家不是不知道你说什么，但手术风险太大。可您知道我的水平，我一定可以安全地把这个肿瘤取出来，让陈老恢复健康的。医生不是神，
没有人能永远保持100%的成功率。对你来说，即便手术失败，也许是你医学生涯上的一次挫折。而对于老人和家属来说，那将是一次诀别。白卓，你要学会从患者和患者家属的角度来看待疾病。可我完全有把握。我们治病是为了救人，治病不难，难的是救人。医生不是修理工，面对的不是没有生命的桌椅板凳，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的活生生的人。我们在救人的同时，不能只关注疾病，也要尊重患者本人的意愿，懂吗？还是不服是不是？我上学的时候，您不是这么教我的。当时您告诉我，作为一名医生，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去战胜疾病，去挽救患者的生命。我现在依然会这么告诉你。在我心里，一个真正的医生应该像一台机器一样完美，像一台机器一样精益求精，高度追求冷静和理性，无论在任何时候都不受到疾病以外的因素干扰。老师，我还是会按照您之前的教导去工作。这里，今天你不敢冒险的。这里不是 CHUV， 没有其他科室的支持，甚至栓塞都做不了的情况下，摘除子宫才是最安全的做法。我知道。可你还是选择冒险，就是为了保住他的子宫。你记不记得，咱们刚到这儿来接诊的第一个产妇？我记得特别清楚。她手里攥了一张写满经文的护身符，她在打麻醉之前一直在反复的强调，谁要是切走了她的子宫，他就咒骂这个人一辈子都不幸福。你害怕他们咒骂？我只是一直在想，为什么每一次在生命和子宫面前，他们宁可选择放弃自己的生命。我需要你，就是我的依靠。等这次任务结束了，咱们回趟国，我带你回上海休假去。回你老家？对啊，你不是还没去过吗？嗯。哎呀，想一想，我也好多年没回去了。小时候，我们家那地方叫烟巷，对，就叫烟巷。从巷子里走出去，就能看见一条小河，
我们家那小院里啊，有丝瓜架，有小鱼池，我还养了一条小狗，它也叫罗恩。我是罗恩一号，他是罗恩二号。我总在想，或许有一天，我会跟我的爱人再回到那个小院子里，安静的过日子。怎么了？我还以为你是在跟我求婚呢。不愿意啊？不愿意啊？连个戒指都没有，你长得不正式。回避一下，这怎么了？把双拉拿过来，回避一下。回避一下，来，把双拉出来。我要紧吧。准备心肺复苏。200条确认，充电完毕，闭上。好了，回来了，帮他拉个心电图，把家属请进来吧，把床拿回去。家属可以进来了。白医生，怎么样了？啊，没事，现在稳定了。好，谢谢。是吗？谢谢你啊。不客气，这是我们的职责。二位啊。我有些话想跟你们说一下，是关于老爷子的病情。嗯，咱们别说。老爷子刚来的时候呢，这个恶性肿瘤啊，堵塞住了部分的上腔静脉入口，就造成了这个血液回流障碍，并且还伴有心包腔内大量积液。这几天呢，经过我们的保守治疗，不但没有什么好转，反而还恶化了。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这个肿瘤随时有可能会突破心脏，引发出血。到那个时候，就有可能造成心包腔内大量积血，而那时呢，心脏就受到了挤压，最终有可能会因为心跳骤停而死亡。刚才你们也看见了，其实真的非常危险，所以我建议马上手术。这高度可以吧？可以，我想看看你。想看看我，把眼镜戴上。这下就看清楚你了。哎呀，老伴儿啊，你刚才可把我吓坏了。别担心，不会有问题的，这不好好的吗？这回呀。得好好听医生的话啊！好了，不说了。别担心。闭上眼睛歇会儿。昨晚睡得怎么样？挺好的呀，你呢？还行吧。
儿摘的？嗯。我不能没有你，嫁给我好吗？Okay, help me, help. They're shot. So hot. 下腹不中弹。Operation room. 患者情况。血压160，心率130，呼吸20。Sonogram first. Pay attention to his vital signs. The sonogram's broken. It's still not fixed. 血压下降80-50。Direct laparotomy. Section. The cords are light. It's broken. Where's the backup cord? It's still not fixed. 我去拿头灯。What happened? I'm getting tooth. No. Save him head. I'm saving him. No. Go back. Stop! If you want him to live, you can't disrupt surgery. If he dies, you die. Understand? Go. Sounds like it's close. Focus on surgery. The patient's 状况怎么样？还在寻找出血点。如果因为弹片的游移再造成损伤，就麻烦了。血不足了，再找不到的话，可能就来不及了。找到了，是下腔静脉肾下部的穿透伤。我们还有多少血？还有1500cc。Dr. Xiao, what's wrong with Ron? 你怎么了？我没事，运气不好，出题的时候碰到炸弹了。我来帮你处理。你别过来，你手术还没做完。我没事，没伤到要害。你继续做手术，等你做完了，再过来帮我检查。Dr. Xiao, his blood pressure is still dropping. 我真的没事，我也是医生，我知道现在的状况。放心吧。继续做手术。好，那你等我一下，你有任何异样，立刻叫我。好，专心做手术，我没事的。Keep pumping。
醒醒！手术怎么样？很顺利，我现在来帮你处理伤口。来，起来。小丽，来不及了。来得及。弹药击中了我的肝，失血过多。咱们已经没有血了，来得及，你起来，我帮你，我扶你。是的。恐怕我没机会带你回燕翔了。我去。来得及，稍微指导我一下，我现在帮你做手术。Prepare for surgery. There's a lot of blood in his abdominal cavity. We must save him. Turn it. Don't stop me. Move. I must save him. Run. He's gone. I could have saved him. I could have saved him. I could have saved him.老爷子，今天感觉怎么样啊？好多了。好多了是吧？啊，爷爷今天胃口不错，吃了挺多东西的。啊，千万不能多吃啊。老爷子，现在你呢，心脏的供血能力不足，吃多了不好消化，所以说每顿饭最多就吃个七成，哦，知道吗？只要营养够就行了。啊，爷爷，您看，医生不让您吃那么多，是吧？哎，陈爷，你去趟护士站，帮你爷爷取下药。顺便再问一下那些药的用法呀、剂量啊，不要嫌麻烦，问仔细了，这儿有我看着呢。行，爷爷，我去一下啊。没事。老爷子，我之前听陈岩说，您写过一本有关商周语言文化演变的专著。是啊。你感兴趣啊？啊，不是我，我对这方面啊不是很懂。我有一个朋友啊，特别的敬仰您，他对语言学啊也是非常的感兴趣，所以他托我问您，这个专著在哪儿可以买到啊？惭愧哦，到现在还没有出版。
老爷子，其实您心脏上的这个肿瘤是可以取掉的，只要手术成功，然后你恢复的好，后面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把这个完成，完成你的心愿。您来这儿就是为了说这件事情的？是，这一点我非常的理解。手术就是在冒险，可您要是不做手术的话，这个肿瘤一直在恶化，那您还是随时有可能会。请你相信我，我有能力有把握把这个手术做好。白医生，我们全家已经决定给我爷爷做保守治疗，请您以后不要再说这样话了。陈爷，吴奶奶，陈老，我认为现在最好的选择就是手术。我已经制定了一份非常完整的手术方案，也考虑到了所有有可能会出现的意外情况。白医生，我知道您是桐山医院最优秀的年轻医生，也很擅长做这种心脏手术，但是以我爷爷现在的情况，手术就是赌博。这种情况下，我们家是不会拿我爷爷的生命做赌注的，我们输不起的。迄今为止，我做的手术没有出现过任何的失误。我爷爷现在要休息了，请您出去。陈爷，没关系，没事没事。我想要说的话也说完了，我等着二位的回复。知道了。老爷子，好好休息啊！有什么事找我？白医生，你要再劝我爷爷做手术，我会要求院方换一位主治医生。又吃瘪了吧？你们急诊不是忙得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吗？还有闲工夫来我们心外瞎晃悠？哦，我带他过来认个门，这不正好看见你被患者家属赶出来了吗？老师，走了，去吃饭。就那德行，走吧。哦。你现在对新来的医生要求够多啊，二十四小时陪护。我又不是不能自理，要他陪护。行，自己一边吃去吧。啊，坐这儿吧。哪个学校毕业的？医大的博士。也不知道现在医大在学什么，连个病历都不会写，谁都不带，路马印塞给我。介绍一下，新来的白医生，桐山一把刀，自称啊希望之星。哎，老朴，别被学长给吓着了。你学历比他高，过两年混个副高，他得叫你老师。能不能好好吃饭？我必须得提醒你一下啊，刚才你用错了一词儿，我是被患者请出来，不是赶出来，请。还是为了那个语言专家的手术啊？是啊，我要是不冒险的话，老人家就要等死了。院长说的没错，你就是太不注意团结同事。我是团结我就行了，其他人我们家白竹不用搭理他。你能再大点声吗？全食堂的人都知道你喜欢白竹了，知道就知道呗。我就是要让那些虎视眈眈的女医生、女护士们知道，我们家白竹是我的。其他人哪凉快哪待着去吧。这个你放心，
就他那个傲慢刻薄、人见人厌的性子，没人跟你抢，自己留着吧。那就太好了，反正这个世界上，只有我知道我们家白竹的好。哎呀，我的条件也不差啊，你怎么就没看上我，看上他了呢？因为我不喜欢二手货。对了，我听说了你坚持手术的事儿，其实大家的顾虑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你要不要再考虑考虑啊？我的坚持是不会放弃的，而且我也相信陈老他们一家迟早会明白，手术是唯一的希望。爷爷，外边阴天，咱们就跟这儿透透气吧。哎呀，要是有阳光出去晒一晒太阳多好啊。是啊，等天气好了我再推您出去晒太阳啊。哎呀，我太喜欢阳光了。聊聊我老伴儿动手术的事儿。爷爷，您要是坐累了，咱们就回去吧。哎，别，再待会儿吧。好。嗯。乔岩。奶奶。你回去忙吧，我跟爷爷说几句话。行。那你们也别坐太久了，一会儿就回房间吧。啊，知道了。爷爷，我去忙了啊。哎，哎呀，怎么样啊？啊？知道吗？咱们有机会治疗，咱们自己主动放弃了，我这心里我更过不好。谁？
前，道别在心里练几遍，省略了客套的寒暄，拥抱喂饱了想念。谁不会在约定的时间付出最沉的一次爱，自己画的句点，自己画圆，就让我先去明天走一走，所有美好留给你慢慢欣赏，好人别哭，这一生没辜负。现在我懂，受苦的不是我，而是陪我来的你。就让我先去明天走一走，所有美好留给你慢慢欣赏，好人别哭，这一生没辜负。现在我懂，受苦的不是我，而是陪我来的你。